我们的频道，我是雨酱，我是大。今天我们要来开这个很大的双十一加码的福袋，就是我们上次呢开了限定的福袋之后觉得还不错，然后结果就看到他又加码出了一个999的福袋，忍不住就买了，希望这个会比上次我们开的还要更好。而且我们这次买的封面是有拉布布的图案，超好的，终于不是像我上次讲说折黑黑的帆布袋了，他可能有听到我的呐喊。然后呢，这次满额还有送这个吊卡，超赞的。之前不是说那个699的福袋是有可能会有随机的吊卡吗？然后他这次就直接送。我觉得官方真的太佛了，竟然还可以直接送一个巴尼的吊卡，我们之前都没买过这个耶，有机会再来开给大家看。然后除了这个吊卡之外呢，还有也是新的透明 demo迷你 demo， 它也是跟那个仔仔系列一样那种迷你，不知道会是什么。那你就要先开看看嘛。好啊，我们就一人一颗吧。我一人一颗哦。你就撕开就知道了，对啊。好啦。然后上次我们拿到蓝色的。嗯。来吧。蓝的。嗯。蓝的。你知道什么颜色？好哦，这么喜欢给我们蓝色，好吧，又是一样的。网络上不是有人把这个拿来改娃吗？这么小只也改娃。啊，仔仔系列都可以用。啊，我们来进入正题。嗯，然后呢，这是一样，影片最后会有抽奖，所以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这次买的加码福袋是超过8个以上的盲盒嘛？嗯，不知道会拿到什么，反正我们就来开看看吧。让我摸就对了，来个好东西吧。摸你命运。有这么多盒吗？很，我觉得摸起来蛮多盒的啊。哎呦，憨款哎。那就由你来开好了。由第一盒是。又名来福，第一盒是莫妮的我的小时候，那这个呢我们曾经已经全部开过了，所以当然就是很快的可以把它开下去。然后这一盒我们现在观察发现它有点合损，被压到，对啊，感觉会不会是之前在那个实体店被人家快要压爆的，然后就只好拿来当不知道，可是有可能运送途中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一次的纸箱有稍微好像有碰撞，不过还好也没有到非常的恐怖啊，就是它看起来还可以。然后看能不能拿到什么憨款，憨款吃西瓜。对啊，憨款，还有一只，直接这样拿出来。哎，海龟耶，可爱的海龟，不错不错。这是在什么？我在深海遇见的你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是吗？每次都要讲很。我去的深海找你。嗯，拿到了一只海龟。不错哎。对啊，很适合在那个海边吧，放在一起。嗯、好，下一个。嗯，哦，这个我们没有抽过的，它超新的呢，是哦，对啊，它好像上个月，它应该是10月的新品吧，哦，对啊，哦，那可以看到那么新的也是蛮厉害的，嗯，这是一个仙人掌还是什么？这个系列叫做奇思妙想小植物，所以它应该就是都是植物嘛，可是为什么里面看起来好像有像香蕉的东西？欸，有香蕉，有西瓜，有凤梨，对啊，那它应该也是只是植物吧，可是好像看到很多仙人掌就是。啊，你有没有比较想哪一个？向日葵啊，跟那个香蕉、凤梨、西瓜，反正好像看不太出来是仙人掌的。不是应该就是要仙人掌才对吗？啊，封面这个很好笑。对啊，球封面款，好，那要开看看吧。啊，它后面这里有点顶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嗯，它包括其实是香蕉的呀。就来了，没抽过的，有看到一根东西，你不要管那一根。好，我好像摸出它是什么了。刚才完全没有提到的，哦，是哦，对，它是不是骑着一只类似白马的东西？哦，很可爱耶，好好笑哦，感觉好像很欢乐的样子。哎，欸，又是一个海边的，它叫《近仔漂流记》啊，它是在漂流。嗯，看起来就是又是一个可以去海上玩的。然后戴了一副眼镜，好奇怪，我本来以为是墨镜呢，我本来以为是吸管。啊，左右边扣上，有很下趴呢。我觉得他戴墨镜比较帅，不然他这样子真的比较呆一点。再来下一个，这个好像蛮大的，很大的。哦，咦，也是新的，莫莉卡卡，一盒480的出现呢。对啊，感觉好划算呢，啊，光是这个就划算了。他这个眼睛都亮了，他送这个很划算，因为我们刚好莫莉今年出的就是没有收这个东西。嗯，对，我们有闪抽啦，反正我们就希望不要拿到我们来过的奖。那你有没有想要欧的哪一个？我觉得至少摸你的人要看得到啊，像这个人躲在里面好像不知道，就觉得没那么好看。哦，那我们就来了。
来一个好东西吧。而且这个好像一打开就可以看到知道是什么了，所以我就拉开了。按二，拿到樱桃车车了，而且还是你原本说你不想要的。这真的是樱桃车车？对啊，樱桃车车啊，就是他躲在后面的。你一直说你没看到他的人，可是他应该也是可以自己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对，这个可以后掀的。哎，这他后掀，可是他根本没有置物的地方哎，好笑。他只能塞人的。对啊，太小了吧？驾驶座太小了吧？嗯，好小。对啊，他自己塞进去可能都还有一半，像是那个车子被卡一半，有没有那种电影情节？所以我下巴。好了，你赶快把它拿出来。你的茉莉长怎样呢？这是什么奇怪姿势？他趴成这样了。他为什么是这个姿势？他好像在溜冰什么的。对啊。他的手为什么是就是整个压在那个身上？他一只手往前好像比较好。还是说他其实可以？可以、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好啦，这样可以啊。他手可以动就蛮可爱的，因为他可以这样子，很像要讨抱抱一样，你像这样子，很可爱啊，不错不错，这只比想象中可爱啊，尤其是手可动性，我觉得 OK， 趴在那个上面也可以啊，不一定要在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脸。你一刚开始不是说因为看不到他的脸比较不喜欢？我不知道他手可以动啊。很好，是我们没有的。再来，这个感觉好像也蛮大的。这个是你的爱耶！我喜欢的，我喜欢的。对啊，世界之鱼的料理。我们上次去台北的时候，不是有抽过？对。你不是说觉得比较想要火锅的吗？就是龙虾火锅、香肠泡菜。那你也太多了吧？好啦，那你就直接开吧。不过它的重量，感觉应该……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都蛮轻的。对啊，感觉起来好像已经轻了。啊，不然继续求封面款。哦，龙虾，好啊，来个小龙虾吧。配件爆雷了！啊，你在爆雷啊、喔！我说不要被配件。怎样？好东西吗？哎呦，好像是回家煮自己。耶、欸，太好了！耶、yeah, ，这是我们想要的 order 款。耶、yeah, ，拿到火锅了。哎、欸，可是其实摸不出来。对啊。没有觉得特别蓬啊。因为盒子也比较大。哎呦，自己吃自己。没想到这个自己就送上门来。对啊。那个时候你就是为了要抽这个，所以才去推盒的，随便放一下就好，就是自己煮自己来吃啊。很爱哦，很好哎、欸。吃这个东西，嗯，你们竟然喜欢这种东西，看到这个特别开心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。欸、其实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还不错哎、欸，茉莉大 IP 两个，还有我们喜欢的 IP 新的，再接再厉，来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哦还有。哇，又是一个超热的碧琪。我们上次乱乱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都单抽的，除了有买一中盒，然后又跑去单抽。对啊，然后现在又来了。真没想到它竟然会放这么红的在里面。对、啊，新又红，但我们这一袋真不错。我觉得这个里面已经算是很超值了，光是有那个魔力卡卡还有碧琪这个精灵们在做什么。超赞的啊！不过它也是有一点核损，就是对啊，这点核损。嗯，不知道是想偷摸隐藏版的关系，可是好像没有那么很重的感觉。感觉是不重，好吧，那就看它是什么。好，那因为我们抽过这个，就看能不能帮观众拿个夯款。摸起来是什么？是大来小的。它没有在塑料袋里面，真心让我感受一下。那麻烦你赶快讲。因为我想问一下，难道里面是没有、那個、没有你要的？月亮盒有在水上吗？月亮盒没有在水上啊。不是它下面有水吗？为什么会有水？因为我摸到水，最夯的。超夯的。啊，对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封面款。封面款。对啊。我刚才想说，我就是说，因为我摸到一个底座啊。我想说，水是要自己想象的吧？真是不可思议啊！耶、yeah。而且有我觉得很可爱的猫猫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个真的已经超值了，自己都觉得不敢自信了。月亮的赞你，然后旁边还有可爱的小碧琪在前面。他、啊、那个摸到核损了，竟然没有把它买回家，真是太可惜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这个感觉就比较小个，小，哦，也算是蛮夯的啦，新的。拉布布的太空收了一整盒。对啊，不过因为它的好坏真的是差太多。对啊，而且它有很大的一款。是好在前面我们已经有回本了，不然怕怕。摇不太动说。你确定不是甘草包的大包？有点满呢。好啊，希望是好的。反正希望是夯款，
就是拉布布本人啊。不然这个好了，我记得他好像也是算轻的、嗯、可是他我怎么觉得他蛮轻的耶。那就试试看啦、啊、哦，那个拉布布本人，我们上次的那两袋都没有摸到拉布布，因为它里面根本就没有拉布布装在里面。那、啊、怎么感觉那么重？按拿出来的时候怎么感觉那么轻？对，而且我觉得它，那你看直接开吧，体重很轻，应该就是个嗯。它应该是那个大头鹰。怪，结果是 SA 女王。好吧。好、哦。哇，拿到了一款。我们把它头拔掉，换成拉布布，然后你就会瞬间觉得它好看。最近很多人都喜欢把它换头。好哦，结果是这个。我记得它还是很轻的、啊嗯、我们那个时候买一中盒的时候有重量，我记得它是很轻的。对，下一个到底几盒啊？我觉得摸起来好像是两盒哎、欸哦、那这样你要小的还是大的？ 又是刚好只有八盒、喔、好像是、嗯、那来个小的好了。 先小的、喔、小是多小啊？诶、欸、这个是没有看过的哎、欸徽章之类的。嗯嗯，是碧琪精灵飞行的徽章，感觉还不错。我本来以为是跟我们上次抽福袋一样是冰箱贴耶。所以你觉得这个比上次的冰箱贴还实用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可爱就好了。反正我们就来看看会拿到什么。好吧。然后这个的封面是超人的耶，还蛮可爱的。它的款式有点像是手绘风格，应该这个算是美漫风格吗？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比较想要？动物类的。那我想要也是求个封面款好了。对，那么小飞象也不错。那我来个小飞鼠，你好像一打开就会知道什么喽。好。哎、欸，小飞鼠，小飞鼠哎、欸，已、欸、经拿到你的 order 了。它、欸、的徽章比较大哎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而且它后面。把它拿出来。哇，哎、欸，是两个那个夹住的、欸。哦，因为它比较重嘛。嗯。这整个是很有分量耶。它是磁铁的吗？不是真，结果我发现它其实是磁铁。对啊，难怪你刚刚说有磁力，我以为是真呢、嗯，结果是磁。毕竟这样比较安全，比较不会刺到。是没错，可是我没有试过这种的，不知道在布上面会不会够稳。很快的就来到了最后一盒，咦、欸，又是 SP 2熊喵热潮，跟他这么有缘。对啊，真的，他就一直来，一直来。买了中盒嘛。啊、然后来福袋上次又有想要去摸的手感又有买。对啊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摸到东西？结果我们这次也是最低配置哎、欸。嗯，八盒。不过蛮多很夯的 IP 啦、啊。啊，那就不用介绍，直接开吧。哦，那就直接试了。看能不能再来个夯款、啊。好像也没那么多夯款。对。每次都求夯款。直接来了，想摸的。嘻哈哈，嘻哈哈你。对啊，那个 rapper， 然后身上有链子，手上有拿着麦克风，旁边还有刺青。好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加码开官方泡泡玛特福袋的开箱，然后我们会送出四个，我们有重复的，就这四个，这四只。对，所以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按赞这支影片，分享影片到你的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， 之后回来留言跟我们聊聊，并且许愿你想要哪一款，就有机会抽到它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干嘛？真的很可爱啊，因为我们刚好又没有，很好。